热情信众亲自拜托选总统，让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听了哭笑不得。白沙屯妈祖进香首日，柯文哲走到哪，粉丝跟到哪。不会的，不会吧？都可以亲自送茶，这还好啊。拜托，求你。我自己连见我妈，对啦，绿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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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好不好？来，连随身包包都要留下签名，九天八夜白沙屯妈祖进香之旅，柯文哲喊话全程参与，但被问到会不会参加四月底的大甲妈祖绕境，哦，那时候好像我算一算，那时候应该在美国。 在美国，所以可能没有办法。据了解，柯文哲预计四月初访纽约华府波士顿，其中将会在华府向美方报告外交两岸政策。柯文哲备战2024党内北西园黄靖莹却爆料，柯文哲从一开始设定非正不可，近期态度转变，不排除跟别人合作，也让郭柯佩、侯柯佩浮上台面。现在就是全力支持柯文哲参选总统。 明年这场大选，我想所有的人都不可能不缺席嘛，所以我也一样。过去跟柯市长打交道的许多政治人物，到最后都沦为被吃豆腐或被酸或被亏哦，所以我觉得今年一定要小心，不要赔了夫人又折兵。问鼎总统大位有没有蓝白合空间？柯文哲看似已退为进，但屈居副手可能性关键依旧是蓝营布局。三立新闻朱维达、李维婷、邓美君综合报道。